雪花酥，蔓越莓口味的。然后说给你们发六袋啊，给你们发一箱，一箱里边六袋，这么大袋六袋啊。而且它不是那种特别甜的啊。上面都是蔓越莓。这个好好吃。它这个外边是像那种牛轧糖似的。这个特别合适，给你们发一箱，一箱里边六大包。